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，我是潘培金。从2008年纳吉斯风灾的因缘开始，慈济在缅甸生根了11年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不论是旱或者是雨，我们都没有离开，而在这个过程中更可以把佛法带到当地去，也培育了很多的本土志工。在今年全球的四合一干部精神研习，整个缅甸就回来了超过40位的志工，也共同前往参访了在当地的这个环保站，希望能够透过环保站的参访，也把台湾所做的成为一个经验的学习带到当地。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看。双河教育环保站热烈欢迎这群远来的法亲。全球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会活动开始前，缅甸慈济志工先来见习环保置业。台湾是发源地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学习完之后，把那么宝贵的一些学习到的一些课程再带回去。不只是聆听志工们如何在地推广环保，也实地参与环保分类，在做中学习得到的印象最深。我要带卡家了，路的面积老老你了，对呀了，不喏，那里路的啊嘞，啊在几的路的以外，都罗的必须的没有什么，没有啥的快差比着老你了，对呀吧嘞。路的四天表面表来比了，哦，路来啊带下的哦，这拍是。这份生价比咯，都没差不，留阿得老留，也出来也不喏。也有人因此找回了当初做环保的动力和决心。我算是在缅甸第一个开始做环保的，也是做了很多年。后来是身体的关系，我休息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那我想这次回去之后重新出发，有方法、有感动，也更有能力去落实慈济置业。是我们今天现场也很荣幸邀请到的是在缅甸的慈济志工，第一位是我们的舒金国，舒老师好。全球观众大家好。是，那在舒老师旁边呢，是我们在当地的缅甸志工，我们的绿珀师姐，绿珀师姐好。明格拉瓦。是，舒老师，我们刚刚看到画面，事实上我们都希望这次来了40位的缅甸志工，透过在环保站的学习，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经验带回到缅甸，在生活中落实环保。但事实上我知道，舒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在缅甸，但是教了30年的华文呐、啊。那您当初是什么因缘，怎么会跟慈济结上因缘的呢？说起来，应该是从那几次风灾，慈济进到缅甸，2008年，因为听到说慈济需要翻译，我就自告奋勇的去参加。然后在2008年11月，又跟着实业家一起来到花莲参访。是，那苏老师，我知道您之前其实在教华文的过程里面呢、啊，好像学费还是欢喜大家就是自己投钱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？其实因为我不是主要要教华语，我是想借这个教华语的机会，把佛法传给我的学生。是，那所以当您也接触了慈济，那上人在提倡的这样子的一个佛法生活化，对您来说也相当有感触，甚至您进一步的开始翻译了近思语，对吗？是的，因为在我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，我自己改变很多，其中也有很多疑惑。那等到我接触慈济的时候，上人的法完全可以融入生活，就解除了很多我的疑惑。那您觉得近思语为什么会特别去选这样子的一个近思语来做翻译？您期待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吗？因为当我深入的去读这个近思语的时候，发现近思语其实就是非常对人有用的一些佛法理念，而且上人用那种非常浅白、容易让人入心的这个词汇说出来。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一句近思语？
我很喜欢一句很简短，就是命好不如习惯好。是，所以说在生活里面去实践佛法，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习气，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佛法实践。是的。那我还听说老师事实上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在一首歌作词作曲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考虑它的音韵。听说您也翻译了慈济歌曲，把它翻成缅甸文。是的，因为音乐我是特别爱好，而且慈济的歌曲的那个旋律啊特别美，所以如果能够把缅文的旋律配合缅文的那个韵律配合旋律的话，一定会让人朗朗上口，容易入心。听说您在选这个词汇的时候要把它翻成缅甸文吗？你要在选择词汇的时候还特别会去选这个平常生活会用到的话，更容易可以让人家了解，是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也有学过一些缅甸的佛法，然后呢经常缅甸一般他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些佛的理念呢，就可以融进歌曲里面。是，相信透过苏老师这样子，不管是透过电视里的翻译或是歌曲的翻译，都是能够让人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佛法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佛法生活化落实在生活中。那我知道绿蒲师姐这一次哦回到台湾来哦，之前自己本身也是在这个纳吉斯风灾之后2010年走进了慈济，很好奇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因缘让您认识慈济，而且还愿意一起在走这个菩萨到呢，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？那时候就是啊，傻逼哦，怎么都也怪麻烦哦。实际上那边哦，包文静听的王宝那边哦，老板嘞，哎，也怪包文静听的呀，那傻逼哦，怎么包文给吧嘞？哎嘛，王宝老呢呢，啥人呀？年纪是个都苦家吧嘞？哎，年纪是个咯，真那个干部工作都苦，老在看嘛，真那都要。有一门琵琶，我刚骨头老在看嘛，真老的要多一门琵琶。哎，人在世界里呢，世界龙眼里有十来六十万嘞。那唱声啊嘛，苗十八里，北魏来的来琵琶嘞。那教你耶，啥一个里啊里，为了你嘛来来琵琶嘞。把文件听听来老琵琶嘞，那边红白色的来大琵琶嘞。哎呀，你啥比哦，出地的文要来了吧先。是哦，刚刚绿蒲师姐讲到，其实那一句哦，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啊，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，就让你走进了慈济，而且还坚定我们从见习、培训、受证，现在还要持续的在这个菩萨道上付出。而事实上，在最近在缅甸当地呢，汉祭语句是相当分明的，而大家也都是依着这样子的一个时节来种稻穗，没想到今年的汉祭来的特别的长，雨季来的特别的晚，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稻种要在结穗的时候水却不够了。这个时候慈济也帮上了忙，究竟怎么做的？透过影片带你一起来看。3月10日，稻种播种45天，急需水灌溉。缅甸德巴村农民却盼不到水，即使是紧邻在水坝旁，但因天气干热又没有下雨，水坝储水不够。原本水利管理局承诺1星期3天，后来延长到10天一次，依旧还不济急。啊，都别的伢嘞，没命没蛋嘞，我们退来一下，叔叔有老不死的，这就被你让我们看到了不？今朝都古老爷没压个乌苏云咯，今朝都来都从胸看下我嘞。若不抽取地下水，只能看着稻子干枯而死。农民向慈济求援，终于能够挖掘井水，利用抽水机灌溉。农民们也终于不再烦恼。我老阿爷那里面嘛，把钱都得，我嘛把钱拿到嘞，把他妈的钱都得到，谁先到家养你的？80天后被救回来的稻子，个个稻穗饱满，收割机来来回回好几趟，农民们是忙碌又欢喜。都没被他喽，该弄呗。从马来买的嘛，不行就走。你这马来买的，我这都没嘞。准备给你买个啥？就弄毛巾，我给你买一点。2015年时，慈济就因水患来到村里赈灾，如今遇到旱灾，又再次相助，度过一关又一关。是，苏老师，听说哦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挖掘水源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不是有机器就好哦，有时候还要看运气，对不对？对。
因为那个水源必须一下就挖到，不然的话呢，就要花很多时间。那很幸运，这一次啊，一下就挖到水源，那个水啊就很充足的，可以让他们去利用。是我刚刚看到这些职工们的就是欢喜的那种心情哦，其实真的是可以打从心里面感受到受到帮助，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子日存一把米，其实都是从受到帮助，然后也知道要去帮助别人的那个心开始。苏老师，其实从您踏进了慈济，有没有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？特别困难是有一次啊，就是去年12月份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在筹备做大发放的时候，我就很不幸啊，在家跌倒，结果医生说是腰椎骨折，也叫我要躺在床上休息3个月。我那一次我心里非常困扰，还好呢，因为我及时回到台北慈济医院，然后医生说你要带着背架3个月，固定这个腰的姿势，然后我就带着背架，然后不需要躺在病床上，然后就克服了一点身体上的这个病痛。听说你觉得躺着还比较辛苦？我觉得说叫我躺着哈，然后心里想着该我去而我不能去，我就会更痛苦，还不如忍一点点身体的痛苦。忍一点身体的痛苦，但是付出的时候心很欢喜。是的，是那、嗯、其实这次东非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风灾所造成，其实3个国家受灾非常严重，全球的很多的国家其实也都是共同来睦心睦爱，成为支持的力量。听说其实缅甸这边农民们也共同的来凝聚这一份的爱，那是不是可以请苏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来的？因为我们每一次在发放跟这些农民结缘的时候，会先来一个说明会。那在说明会的时候，我们简单介绍慈济，还会重点讲到上人的竹筒精神。然后他们呢也非常聪明，他们也愿意做善事，从一把米开始。后来他们就认识了小钱可以行大善，所以他们就很愿意付出对东非的那种同情同情心。是，听说这一次总共募集了4320美元。那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钱对于当地来说，这是算多还是算少呢？因为当地一个农民如果被雇用，一天的那个工资是缅币2000，有时是只能得到1500。如果用2000来算呢，美金只是1.3而已，1.3元而已。所以呢，你一年来都可能没有4000多的收入，一年可能赚的都不够这些钱，不够这些钱。但是大家很愿意付出，是的。其实就是上人传递的那份讯息，能够帮助别人的人是最有福的人。是的。那律波师姐，其实从走进了慈济这条路上，我们常常说佛法是洗涤心灵或是改变习气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品。那想请教您，进到慈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？ကျမအရင်တော့ကတော်တော်ဆိုးခဲ့ပါတယ်မိသားစုအပေါ်မှာဖေဖေကလည်းအရန်လိုလိုက်တယ်မိသားစုကလည်းအရန်လိုလိုက်တဲ့အတွက်လိုချင်တာတွေလည်းများ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လောဘတွေကြီး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တွေ့သမျှအကုန်လိုချင်ပါတယ်ဒါပေမဲ့စာရန်ရဲ့ငြိမ်သွေးစကားရှင်စည်းရည်ချက်ကျမစာရန်ပြောတဲ့24ခွက်ပေါ့ရောင်ရဲတင်းတိမ်တင်းကျုပ်ပိုက်ထွေးကျွကျကန်အန်ဆန်းကျဲပေါင်းလုံးအဲ့ဒီရဲ့ငင်ကြွေးစကားလေးကိုကြား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အခုဆိုရင်ကျမဘာပစ္စည်းမှမဝယ်ပဲနဲ့ဟိုစိတ်ကိုလည်းထိန်းနိုင်သွားပြီ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ဟိုမလိုအပ်တဲ့ပစ္စည်းတွေကိုလည်းဝယ်တာတွေပါထိန်းနိုင်သွားပါတယ်是，事实上，从律波师姐刚刚的分享，大家可以知道，律波师姐其实从小就是这个爸爸
疼在手心、捧在手心上的明珠哦。那结了婚之后呢，丈夫也特别的疼爱，所以其实是要什么有什么的。但是所以说买东西啦，然后要什么啦，哦，都可以不用思维。但进了慈济之后，知道要施神汤、要四物汤、要知足感恩、善解包容。而且更知道要付出才是有福，其实听了这让人家觉得非常感动。但事实上这也是上人告诉我们，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力，只要有爱就有希望。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人开示。菩萨道的最尽头那一边，那就是穷困难受苦难见，因为呢，菩萨所演缘苦众生，佛陀教导我们的话，就是对我们提起人间苦难偏多，教导世间的人。要时常把握时间，有过去的人生，我们过去生啊，我们现在的人间，不管是贫富，或者是生活在中等的，还可以过得去，没有困难。都可以有力量帮助人，我们要把心呢，心发挥方向集中，叫做菩萨道，心门打开啦，共同的方向啦，我们要起步走啦，要走到哪里呢？苦难众生的地方，伸出双手去帮助他，这都是大家要发心，没有人人都可以做到，可是人人可以呢尽一份心力，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带动人人的爱。各位菩萨都会听到很多的感人故事，从很困难的一无所有就开始要去帮助别人，一直到现在已经呢走过了99个国家了，那一些国家曾经有过大灾难，实际呢去帮助过了，自己已经走过了啦。还有呢，自己人呐、啊，把这个种子呢，就地，一颗种子可以生无量。苏老师，这次哦，我们四合一回来啊，真的是可以说是一生无量啦。我们有40位的这个缅甸志工回来，那我也很想问问律破师姐哦，就是在你心中有没有那么几句话想跟上人说，或是你自己心里的发愿？今麦这天啊，哦，自己无人也打边打么搞呗啵喏，你打路安里的干物克里的，就是先克里的少少咩，今麦不话的少咯。自己龙安来楼上买，密码那个对，楼二的高木古都龙安的，有啥人抢买他的，在楼上买楼一月差完些。是感恩，也祝福您在此际路上能够带更多的菩萨走进这条路上，能够让当地的爱的种子一生无量。那苏老师，事实上我们常说莫忘那一年，也莫忘那一念，总是有这么的那个时刻。是让您的心念转动进了慈济的那个时刻，对你来说那个时刻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是让我不能忘怀的。在2008年11月，我回到花莲见了上人，当时
我是自告奋勇跟上人发愿，说我想把上人的静思语啊翻译成缅文。但是我没有想很多，到底我能不能。后来呢，我就尽我所学，慢慢就把静思语翻译了，也很多人也愿意接受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因为能够让很多人很容易就融入静思语的法脉，我非常乐意也非常欢喜，那觉得这是我一辈子该做的事，是我的本分事。是，听说还有那个就是上人，您跟上人发愿完之后，原本就想说啊，在人群之中应该没有人也会看到我，没想到上人就是要离开的那一刹那还回了头，是吗？那只是我跟上人发愿过后的几天，那在一次上人大家都在送驾的时候，上人要上车的那回眸看到我，他就从人丛中指着我说：“哎，你们那一位里面有那一位缅甸的苏居士啊，哎，你曾经发过愿哦。”哎呀，我脑子里忽然间一个很大的触动，哎，上人，怎么这么好记性？然后呢，就那么一句话，我当时就马上跟上人说，我再次发愿。那就那一念，就是一直支持着我11年，一直到今天。是，那苏老师最后短短的时间，想请教您，慈济之于您是什么？有关慈济的净持法脉啊，我因为在翻译的时候，我自己是最先感触到，最先能够融入我的内心，然后我觉得只要人人能够把佛法入他的心，把佛法用在生活上，他们就会懂得怎么样把爱发挥出来，然后大家肯定会甘愿的去素食爱地球。是，那每一个人也会懂得互相关怀，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。是是，非常感谢今天的老师跟绿浦师姐来到现场，谢谢大妈的感恩，也非常感谢全球的观众朋友共同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，也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见。他想要